就是谋杀星，无辜弃人。信不相信？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骗我？为什么？没想到他真的这么爱我，我说什么你都信。只要得到我想要，骗你千次万次，你只怕也会对我痴心不离。我还真的有些感动。我乃是死得其所，三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。师兄，叶思凤想要夺走琉璃盏，我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你终归是看错人了。你相信我？谁相信？可结果呢？抓不住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因为你受到伤害，你杀了我红姑，杀了我师父，杀了我师兄，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他的流氓对抗琉璃盏，我就把他